面，然后我的伙伴里面，然后我的伙伴有一位有一个伙伴差点在那里面就走掉了。那但是我们其他的伙伴，然后在这里面然后陪着他一起走过来。那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重要一件事情是，其实人生有时候碰到很多的事情，那也不是意外。可是我觉得意外的话，就是要去把它解决掉，然后就是把意外转变成人生里面重要的能力。我觉得这样。Yeah.